啥好玩意儿？古董。哎呀，快看看。先说好，慢点啊，这古董是我的。你的，你的，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？我拿出来看看。有外人没有？没有，就他俩。他俩没事，他俩是蛤蟆跳井。什么意思？不懂。不是，俩人呢。不懂，不懂。快点，快点，拿出来。嚯！三国时期的。三国的，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？魏、吴，我就差蜀了，魏蜀吴，这不三国的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小姨夫啊，依我看这两个碗，一个老魏家的，一个老吴家的，盛大米饭用的，没几年。你根本就不懂，还我不懂，假的！哎呦我天哪，妈呀，哟，哟这个好呀，西汉的。西汉？你咋知道西汉的呢？你听清楚，不是成稀饭的，是西汉的。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？西汉。妈呀，还有落款呢！小姨夫啊，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？啊，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，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，根本就不。你找谁鉴定的呀？我们楼下老王头。多少钱呢？300。妈呀，你快要回来去吧！你不收。蛤蟆醒了。哎，妈啊。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不？什么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。说啊，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，咱那不行啊，咱那个元代的。啥元代的？啊，那个是我妈，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，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？啊，对，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。元代的青花瓷。忘了放哪儿了啊！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。对对对，你干哈去呀？我妈说了，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无价的。你俩干哈去？对，无价之宝。对，你家这传家宝，啊，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。对，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，我们也不惦记啊。好。走走走，咱娘俩做饭去。对啊，别动啊！元代，反正我不动。青花瓷，我也不懂。我懂，我也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我抓狠狠，干！我你，你干啥你？我去，你起来吧你。你让我先来吧。你让我来来来，你抱着我。你抱着我来，我够不着。你这毛病，我起，哎呀！沙发怎么翻了呢？翻坏了呢，小姨夫，刚才在那个小仓库，你看没看着？看见什么？哦，对，看见了。这么长一条，活灵活现的。你俩看着啥了？猫、老鼠。猫、老鼠，猫和老鼠，汤姆与杰瑞。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，啊，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？我放了半年老鼠药，它也没人碰啊。哎呀，对了，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？哎呀，我的元青花啊，怎么整打了？你俩谁打的？谁？妈，对不起，
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。陈振凤，干什么？你变了。我谁？你大变。我没想到啊。你说谁呢？干啥？是我吗？啊！我站得好好的，你蹭下穿我脖子上，你拿下来的。天地良心呐、啊！你拿我够不着，根本就你够不着，你上次我够的时候，你我根本就没动。你卖点啥手？行了，别说了。我说实话。哎呀，要说实话了。大姐，是这样的，我吧，我想到您小仓库里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。没想到他窜进去了，非要看这情况。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！你才变了呢你！妈，你别信他的，是我要打扫卫生。你信个二遍！哎，行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。妈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？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，他俩肯定互相推，谁也不承认。这回你信了吧？这就叫善意的谎言，对不？啊！考验我们俩呢！啊！妈呀，妈，你千万别生气哈、啊！你这考验的，你这代价也太大了，这元青花啊！啥元青花啊？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，我看挺好看的，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，结果正打，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，要承认我还高点兴，你说你俩这么的，我倒心难受了，我。妈呀！你吓我这一跳！干啥呀？哎呀，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，你这不是这怕你生气，所以才撒的谎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老姐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保重身体。这玩意儿什么破元青花？我以为是真的呢。我也以为是真的，这那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。不用贫了，继续。啊！钱藏哪儿了？交出来吧。哎呀，隐藏的挺深呢。还有1000呢。这鞋挺高级呀、啊，既能增高还能藏钱，哪儿买的？什么哪儿买的呀？啊，这不自己改装的吗？哎呦，这挺有创意呀、啊！这回还有没有了？真没了。媳妇儿，我今天当着大伙面发誓哈，我要是再藏钱，你就大嘴巴子扇死我。媳妇儿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呗。弟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小王其实挺好的、嗯、啊，人是个老实人，是吧？你这样，你就看在哥的面子上，再原谅他一回，行不？哥，那我再问你一句啊，这钱真是你的？我的。你没替他顶缸吗？没顶。嗯，行，哥。哎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谢谢。看在你的面子，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去。哥。啊。我回去了啊。哥啊，我怎么觉得我媳妇儿挺信任你啊？我觉得也是。别跟他捣乱，信任啥呀？弟妹以前是信任我，这回帮你顶了缸以后还能信任我吗？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跟媳妇儿藏啥私房钱呢？啊，你就是藏，你也不能让弟妹发现呢。说啥呢？我是说你不能藏私房钱。对、啊，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对，来把钱拿着，给你媳妇送回去。行啊，拿着。哎哎，哥，这钱不是我的，你的。你这人，你都走了，媳妇儿，你咋还说瞎话呢？这是你的，刚才我不过来换衣服吗？回去我就发现衣服兜里多了2000块钱，是你把钱放我兜里了。哎哎，咋回事啊？这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哥啊，我是不是话说多了？那个不好意思哈，但是现在这情况，我也没法替你停杠了，我先走了哈。哥，哎，护具给你留着。上。
哎，不是你啥意思？赵刚子，行啊，小样，学会藏私房钱了是不？你这是啊，2000块钱奖金敢不给我？拿过来吧。哎，这钱不能给你，这不是我的。瞪眼说瞎话是不？那钱不是在手里攥着吗？给我。这钱真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谁的？谁的？鬼的呀！我的。啊，这是你的呀？是不是2000？两千，从这件衣服里拿出来的吧？对对对，我放里的。啊，我的。爸呀，你敢藏私房钱呐？什么叫敢呐？你别没事别老拿你妈吓唬我，我怕她呀。爸，哪来的钱呢？这个两千，我不听你解释。结婚的时候你跟我承诺过什么？就是这一辈子不跟你撒谎。那要是撒谎了呢？惩罚。好，抱着仙人球跟我回屋。我先走一步了。这护具您拿着，一会儿能用得上。还是男人懂男人了。大姨，大姨，你说话呢？你刚才唱的那真是太好了，那家一上台，那人群涌动啊，那光芒四射呀，大家唱。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唱啥了？你听着了？唱啥了？啊，你不是唱那什么那个甜蜜蜜，你笑的甜蜜。哎，我妈也不是流行歌手，我妈唱的是地方戏曲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。好像是不是东北的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。停，就算你长得像个桶，你也别逮哪往哪咕噜啊！刚上完东北就整西北去了。不是那个，那我知道唱啥了。哎，那个，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打住吧，一个送水的还会唱不少歌呢。你咋知道我送水的呢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前天我让你给我们家送水，我一开门进来俩桶。我还纳闷呢，谁拎进来的呢？人儿呢？你陈总啊，哎，赶紧来，钱还你了。这活我接不了了，太刺激人了。不是兄弟，哎，那个大姨，临走之前我得跟你说句话啊。就像你这个状态上台演出，那肯定不太成功的。你上台，我第一个撩。怎么？哎呀，大宝啊，大宝，什么人？哎呀，大宝，兄弟。哎呀，小刘，太好了，捧人是吧？捧人啊！好了，我现在去。不，等会儿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情况啊。我妈今天演出演砸了，心情老不高兴了。唱歌？是我妈，哎呀，是个老演员，我知道，要面子。听，你先表演一遍，我看看。来一遍来，来，起，豌豆，加油，你最棒，加油，你最强，你棒，你最棒，你强，你最强，你最强，收。这就是专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找就得找专业的。走，这，等会儿，我先进去铺垫一下啊。哦，来准备。哎呀，爸呀，爸！哎，专业的来了。太好了，快进来吧。哎，这回行吗？这回我妈给。你这两个老太太先捧哪个呀？什么玩意儿？陈师傅。哎。我这秃子白剃了吗？我就长得那么像老太太吗？没有爸，仔细看能看出区别来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来，豌豆，加油，你最棒！加油，你最强！你棒，你最棒！你强，你最强！你最强！收。哎呀，我说，这场演出妈参加不参加，咋把你急这样呢？我替你着急啊，这里有你啥事儿啊？当然有我事儿了。啊，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啊，我是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，表达了我诚挚的这个心情啊。啊，我是你广大的粉丝当中其中一支啊。
我说二姑爷，哎，今天你得跟妈说实话啊，你要说实话，妈不但参赛，肯定给你拿奖。如果你要不说实话，爱找谁找谁吧。那必须的吗？不是，妈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说实话了吗？行行行，妈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社区要改造公共厕所，当然了啊，改造公共厕所是大工程，但对我的公司来说，那就是这个月的大活了。我想把这活揽下来，但是社区的主任给了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动员您代表咱们社区到区里参加比赛，必须得第一名。你现在不去了，你不去了，我厕所也没了。这孩子，你这会儿把妈和厕所还连一块儿，你这不都挺好的事儿吗？哎呀，孩子，那你是早说呀！妈要知道有厕所这事儿，偷工地都得去。你去就有厕所了，这那得拿第一。就你跟老王，你们俩你差不多。老东西，瞅你那撇子辣子嘴，意思就是俺们的节目不过关呗，啊，得搁这儿给你表演一遍。你不是给我演，你是给厕所演。哎，不是，爸，你怎么说？你不是要厕所那个活吗？那我也不是厕所呀，你给我们俩演一遍，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把那个厕所拿下。哎，爸，这主意好，妈，这行。哦，那行，你俩等着，我找老王头去。哎，我擦杯，我爸爸，你看这缸子，这巴巴拉拉的，哎呦，你这样吧，你就自己来一下啊，我哎，你一人唱俩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就看个意思，那也行吗？行吧，好，来，我坐好，坐好，哎，爸。哎，鼓掌！哎，掌声！哎呀，我二叔啊，我妈轻易不唱。哎，我和老王头的节目是男女生二重唱，思念。嘿，好。第一句是妈唱啊。哦。